凶我，吼我，但是应该还是不会的。现在在看我们直播的叔叔阿姨们，在的家人们，我们扣个一，让我看看有多少人好吗？这会儿，让我看看现在有多少人在听我讲话的。对，叶总应该是比较大度的，还是这点小事儿，他应该不会跟我一个小女生计较吧？哇，这么多人！欢迎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嗯。这么多人的话，那我就唱一首歌吧，唱一首歌欢迎大家，好不好？我没唱过，我感觉这首歌有点那种民族风味啊。要是过年的时候去吉年老家玩的话，就想跟吉年唱唱这首歌。吵不吵，叔叔阿姨们？哇，好多人啊！我就和吉莲对唱，我们在山里面去山歌对唱，好不好？
期待一下，我和吉年两个人山歌对唱。你们说啊，就是我到时候去吉年老家嘛，就是过两天要去吉年老家过年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应该是要给他的家人哦，他家里面有些什么人啊，得带一点就是伴手礼吧，毕竟人家那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，过年嘛，春节嘛，我应该带点什么伴手礼合适啊，叔叔阿姨们？是的，是的，我在路边啊，我在路边直播。我看看你们给我点建议吧。他们家有老人，我知道，今天跟我说过，他家里有爷爷奶奶。我靠，他给我看过照片，我觉得他的那个爷爷好慈祥呀，好慈祥。就是我，因为我是一个从小我是没有爷爷，我身边是没有爷爷外公，这种亲人在的，所以我就特别喜欢，就是老人，特别喜欢老人。不是，是因为就是吉年他已经邀请了我第四次了。我之前我也跟他说，我说会不会去，就是去你们家乡不太好，然后他说就一定要我去玩嘛。然后我觉得一直拒绝别人也不是很礼貌的一个事情，去玩玩吧，营养品呀。你们觉得什么营养品好？水果、牛奶。老年人嘛，都是吃点喝点牛奶吧。因为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去啊，我们公司很多同事都要去的。我如果不去，好像有点不太合群嘛。而且我也确实是想去，确实是想去。不是，因为我有点没明白家人们的意思啊，就是他们就是那个地方过年。不是我们汉族过年就是必须得跟家人一起过，就是他们更喜欢四面八方的朋友一起。不用谢谢，我妈妈给我送吃的来了，就这样，就放在这，你吃吗？就是他们那边鸡也有了，猪也有，鸭什么也有，我得带点咱们汉族的东西去吧，咱们就是他们那边买不到的东西去吧。就是啊，我就是，你们想想，我去也挺好的呀。我就是，咱们也没去过，是不是？我相信直播间很多很多叔叔阿姨们也没去过，所以的话，咱们就是，我代替你们去了，行吧？我代替你们去了。去了没地方住，我就睡地上呀，我睡地里面。我这个人不讲究的，我睡地里面，我拿一个那个蛇皮口袋，我铺地上我就睡了。我这个人不那个的，不讲究的，我铺地上就睡了。睡猪圈啊？谁说的？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！谁说的？谁说让我睡猪圈的？睡猪圈也不是不可以，要真如果说就是真的就是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呀。我把猪都撵出去，我自己去睡，我把猪全部撵出去，把猪从猪圈里面撵出去，我自己去睡。看看我妈妈，我妈妈在就是我浅，她不要我拍她，我浅浅给你们看一下吧。黑色衣服的就是我妈妈。哎，毛毛这个衣服好看。啊？我已经下班了，叔叔阿姨们，我已经下班了。我回家陪妈妈，就是我回家陪妈妈，我想我妈了，我想我妈做的饭了，因为我们在就是公司里面，
就是中午要包饭嘛，公司有安排伙食嘛，然后的话公司的伙食就是点的那种就是外面餐馆做的，我感觉有点吃腻了，每个菜都吃过了，就想回来尝尝妈妈的手艺，妈妈的味道。不是，我的妈妈在这里逛，她在这里逛衣服。对的对的，今天邀请我了我就去。我觉得我需要给人家就是爷爷奶奶带点礼物，我就是没想好带什么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？有好的建议的家人们可以把那个建议给我打在公屏上啊。首先我们第一要尊重老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去别人家玩也不能空着手去，毕竟人家是过年，这个节日很重要。放心大家，我不会去当电灯泡的，我不会去当电灯泡的。这么多同事去，那我们全部都是电灯泡，他们不得被我们闪瞎啦。不得鱼糕，以他们爱吃烤鸭呀。我一辈子没红包啊，我给他们爷爷奶奶包个红包啊，过年红包，新年红包。牛奶，老人应该不会那个烟酒吧，牛奶可以啊，牛奶我提着进去，牛奶水果红包。他们真的假的？就是他那个爷爷奶奶喜欢吃烤鸭吗？今年的爷爷奶奶，他们如果真喜欢吃烤鸭的话，我就给他们带两只进去，因为那边好像不太好买吧，这个我猜测的话啊，我没去过。他们喜欢吃烤鸭，那我就带两只烤鸭。是甜皮鸭还是烤鸭呀？我跟大家确定一下，是他们是甜皮鸭还是烤鸭。哦，烤鸭是吧？那我就带烤鸭。酱香鸭烤鸭，那我就是每个都准备一点吧。对，我们这边就是好吃的就是甜皮鸭嘛，我们这边好吃的就是甜皮鸭。我在外面，在外面。还可以，是的，应该是18、19号我们就会进去吧，等他们通知吧，因为好像说是公司的同事很多都会去，他们通知我们多久去我们就多久去呗。谢谢阿姨，我看到有好多喜欢我的阿姨。喜欢我的阿姨，让我看看，我看看有多少阿姨喜欢我。还有没有跟小胡点关注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长辈们，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黄色的爱心哦，黄色的这个关注，大家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真好，就感觉这种感觉真的很好。除了自己的这个世界上，除了自己父母喜欢自己以外，还有这么多叔叔阿姨们喜欢我，真的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谢谢你们，那我就要给你们唱首歌了。你们这么捧我场，喜欢我的，我唱首歌祝福你们。谁有出路？谁有出路？还没有如果的一场。
还没有任何的预兆，和你相遇在街角，你用那迷人微笑成为我生命的主角。爱来得不迟也不早，一切都刚刚正好，想为你建个城堡，愿你不被世俗打扰。我用一生一世为你祈祷，祈祷你能过得比我更好，牵着你的手，你目有车照，你就是我手心里的宝。我用一生一世为你祈祷，祈祷你的身边没有烦恼，牵着你的手在你身边绕。哎呀，这里是不是太吵了？我为你们祈祷啊，叔叔阿姨们，希望你们就是在今年顺顺利利，明年顺顺利利，一辈子都顺顺利利，平安健康幸福。谢谢你们支持我，喜欢我的叔叔阿姨们。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妈妈吧。他不让我拍的，妈妈你露一点点出来给他们看一下吧。他们对我很好的这些叔叔阿姨们，他们时常在直播间鼓励我。他们，那你对他们说几句话吧，好不好？你对他们说几句话。他们时常就是你没有在我没有在你身边的时候嘛，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，他们有时候我就是直播，跟他们聊天，他们经常就是，鼓励我，夸我说我唱歌好听呀，然后让我在就是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好好照顾自己。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对小胡的那个厚爱啊，就是他有时候这个人很调皮的啊。说嘛，你说嘛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我妈妈说我比较调皮。也谢谢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喜欢。好吧，给你，看到没有？